咁啊，先俾陳偉業議員。主席公道起見，長毛問16次，我都問夠16次啊，係嘛？冇理由長毛多過我嘅。主席，我係跟翻文件咧，其實政府打矛波嘅呢3億幾。即係如果大家仔細睇文件咧，呢份文件唔係淨係勘察同埋呢一個嘅探討研究嘅，係包括埋招標同埋呢一個嘅審標嘅。嗱，呢個做法我覺得係打矛波。你睇翻文件咧，第3段同埋第5段咧，佢加直情有關古洞裡面嘅平整地盤啊等等嘅嘢啊，基礎建設啊、改善同埋呢個石湖墟污水處理廠啊，即係包括埋呢個嘅招標同埋審標。嗱，呢個絕非前期工程嚟嘅。你加你嘅直情係落實你進行招標同埋審標，仲唔係落實工程？咁所以即係副局長嘅講法，其實係呢個誤導呢一個立法會，所以必須要加以譴責同埋記錄在案。政府加講咁耐係誤導公眾、誤導立法會，所以我哋冇理由支持呢份文件嘅。有冇要補充啊？主席，其實我哋呢個文件正正係清楚去介紹我哋今次申請撥款咧，除咗包括呢個詳細研究同埋呢一個勘測啦。咁一般我哋嗰個工程個程序咧，就我哋都會準備一啲標書嘅。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，真正係要翻立法會。審標啊，唔係淨係準備標書，你負責審標啊。當然啦，喺我哋招標之前咧，我哋都要再嚟立法會真正去申請呢個撥款做呢個工程項目。因為佢唔夠錢嘅，如果3億幾做大工程啦，我哋都有一個常識噶啦，知道大工程佢3億幾。唔係主席，我明啊，咁但係你連嗰個城規都未過啊嘛，你城規噶，主席我跟咗咁多年規劃。好啦，我諗副局長，你時間夠噶啦。從未嗱，我咁耐文件好少，我再撳鐘，呢個係打矛波嚟嘅，一定。